我把这是什么形状？正方形。这是什么形状，小乖？正方形。好，我有听到了。乖乖知道这是什么形状吗？正方形。那如果把它折成一个，这个是什么？三角形。这个是小乖的尿布。Superman 的内裤。Superman 的。来给小乖穿尿布。Superman。爸爸是 Superman。爸爸想转过来再变成三角形。变成三角形，变成一座山呢。对啊，这样好。你快点爬山，爬山，爬上来了。要玩泥。然后在山上喊：“狼来了，狼来了。”嗯，结果山上有没有狼来？没有。有捣蛋鬼。啊、嗯，山山上有天线宝宝吗？没有，没有啦。也可以飞机飞上天，就很乖的呢。对啊，只有直升机也是啊。直升。还有动脚飞机哦。还有战斗，还有战斗机。我们这边哦，这样再把它折一半。然后这边这样子，轻轻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哦，你看发生了什么事？变小了。哦，你拿给乖乖看一下，变成一个小的。来，我拿，你拿，我这个我要表演魔术的。嗯，然后哦。你看这个，我就可以看到乖乖了。爸爸，我想要这样，这样我吃了。这是什么形状？这是三角的裤，过一个洞。这个。这是正方形。爸